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那今天是我们进行招委选举哈，那有需要宣读吗？哦，先有报告事项哈。好，太久没当主持人了。本院人事处提报院会关于立法院第九届第三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业经本院第九届第三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在案。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三会期内政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委员姚文智、委员赵天麟、委员赖瑞荣、委员洪宗义、委员吴其明、委员张宏禄、委员陈其迈、委员古拉斯尤达卡、委员黄昭顺、委员严宽恒、委员郑天才、委员林立禅、委员曾明忠、委员陈怡杰，宣告完毕。好。那我们现在就进行选举事项，也请宣读。选举本会召集委员，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各委员会自召集委员二人；另依本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民主进步党党团啊，已经把这个推举书送来哈、啊，推举姚文智委员为第九届第三会期的内政委员会的召集委员。那国民党立法院的国民党党团。他也推举曾明忠委员为第九届第三届第三会期内政委员会的召集委员。那我们现在还需要亲民党党团的书面推举啊，所以我们休息，欢迎严宽恒到内政委员会哈、啊。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等亲民党我们刚刚好像电话联系过了哈、啊，那他的书面送过来啊，送过来我们今天。原则上就以推举的方式哈，那等一下，推举书送过来，我们就宣告啊。我们今天媒体的朋友在这里啊，我们待会儿可能就没有进行投票，而用推举的方式啊，跟大家过去想象的内政委员会不一样了。谢谢。好，我们现在休息。
好，谢谢内政一姐了哈。趁他不在，我们宣布你是内政一姐。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那，谢谢陈怡杰委员，他在两党的推举书上面啊，都签名表示同意，也就是同意，民进党所推举的姚文智委员担任招委，那国民党所推举的郑明忠委员担任招委，所以我们，我们是不是再确认一次哈？我们决定以推举的方式选出招委，大家有无异议？没有哈。那我们现在就宣告姚文智委员、曾明忠委员为本会期的召集委员。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谢谢。哎呦，啊，对不起。那我们那个再补宣布，黄昭胜委员为荣誉召集委员呢。哦，这是果然可以当市长。不是，没啦，哪有影，哪有影。